其实啊，王敏嘛，甲咱有同款的顾虑啊。第一，发现江忠林清醒了后啊，伊烦恼江道成会搁做出危害大家的代志，所以伊暗中决定，伊要对伊红婿弃毒，因为伊想要永绝后患。江道成是陪伴老夫人六十几年的红婿呢，啊，老夫人要做这款。 代志未清的决定，应该是下真大的决心啦。我想伊心内真痛苦啊，唉，真是在哦，真悲哀啊！啊，阿继伟，敢有甲偷袭？无啊，叫文瑶甲草叶甲做姐啊。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其实我感觉个安尼做毋才是对的，无恁想看卖。 就算讲真正改过来江道成这个后患，也毋过江老夫人嘛是会因为杀人的同罪，去用掠去关啊！啊，你确实准超越绝对嘛，制造袂掉的。我感觉老夫人安尼做是对的呢。参照江道成将恶人赶紧甲拄好掉，安尼才袂危害到任何人啊。这一时的听，可是讲超越会当轮掉的，会当活到当来天下太平是真好。可是讲若一时冷心。 放过江道成，怎拢是讲伊一定后悔到死的？超越没让有可能会把酒精啉快的阿嬷，为着要发生的锅炉，就伊犯这款杀人的重罪啊！你毋是当事者，你袂用甲话讲甲遮尔轻松。江超越是了不跟屁，伊拢袂记咧听。进前江道成为着要转生，到江超强的身上，竟然了江超越来做这品，伊嘛拢袂记。 老夫人牺牲家己，要救大家，这算讲是江家救星呢。长秋江道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江家早晚嘛失败啊。所以讲，我若是文瑶、超越，为着因，为着因的后代，我一定会尊重老夫人的决定，我嘛钦佩的勇气。家凤啊，虽然讲啊。 我认同你的讲法，我嘛会当理解啊。这经理不平啊，气势用人这个道理。啊，就算讲你对江道成有遮尔啊侪仇恨，你无爱甲伊讲情，你至少嘛要甲伊讲理才对。哇，你的思想言论啊，向变到遮尔啊激烈啊！嘿，你变到怪怪呢？这好亲像秘书你甲江道成啊，有一个什么一定要一命换一命，这种深仇大恨啊！ 爸爸嘛，感觉讲哦，你对江道成哦有真深的怨恨呢。啊，敢讲是江道成的父啊，对你造成的影响啊？无啦，爸，你莫胡白想啦。哎呀，爸爸免啦，会当无胡白想啦哈。你安尼无代无志，对江道成有安尼深的怨恨呢？我哪会控制袂了家己，写了遐尼多情书啊？ 我总袂当老是甲因讲，我真怨恨江道成，找到一个替身来冒充我的身份，害因爱毋着人，害我忘毋着人，将我的人生归拢毁掉。我只是感觉我家己做无路用的啊，可是讲迄当中我会当甲江忠林带走，就算讲江道成的三条魂转来嘛找无路啊。 改变即马大拢你要讲哦，迄三条魂到底即马是走去倒位做风作影啊？我敢若想讲，这人若无死，我都烦恼我厝内人是毋是有危险，还是受到危险，我都烦恼袂煞咧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唉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好佳哉，即马哦，江忠林大家拢看会到，伊应该毋敢乌白来啦。爸。 你敢确定江忠的身躯顶敢无江道成的魂？即个伊吃真大的亏呢，伊心内敢无想讲要甲咱反击？即马想啊者啊，我感觉拢无意义啊。要等文瑶去超越，甲伊带去病院做详细的检查了后，到时看医生安怎讲，咱才来研究要安怎对待。只个我那会带李平啊，同齐过。 因为江道成的三条魂，是毋是有等于的身上啊？
目前嘛只有丽萍，这我都确定啊。是啦，嘛就安尼先处理啦。本来我想讲哦，等咱的警部解毒以后，我著甲虎咪带动来身躯边照顾。啊，不过看这路办事哦，还是小烦一下，看事办事啊。即马着人在明，咱在暗啊。国总统对咱毋是算真有利，我感觉是甲虎咪啊，继续留伫遐原本安大会迄个所在，安尼加较安全。我来甲我说说者，领导甲我讲吼。爹，您刚拢无感觉家风讲话口气，跟咱所熟悉迄个家风完全无同款啊！就连台人这款话拢会当讲啊这么硬声呢？啊，就算讲江道成这妖孽，真正是天理不容。也毋过，若是照较早的家风讲话方式，绝对无可能讲出这么冷血残忍的话啊！啊，家风应该是进前哦，受到江道成的控制。会做真侪歹代志，还去打击到伊的自信啊！所以哦，才像你讲的那江道成，可袂得吼，江道成紧死死。至少啊，家风以后啊，讲到江道成，伊就会加倍来提防，这嘛不是什么歹代志啊，对不？啊，对了，金玉啊，你也卖想伤济啦，我看哦，江道成和家风这样的心理的影响。啊，不是三天两天就让消息来啦！啊，我交往一段时间啦，豆豆吼就会恢复正常啊。这是什么款的 style 啊？我看不惨吧？我在整理我的头毛啊，你看，安尼是毋是足好看的？安尼用用，想要用安尼啊？我只是感觉我的头毛足乱的啊，应该找一个时间去整理一下。黑白三条魂，恐怕离开王文金的身躯，也毋知飞去倒位去。若是有顺利返去夜百星，凡说我还阁有机会当找着我的亲人。啊，毋过若是无咧，安尼我毋着爱一世人孤孤单单。照道理讲，江道成伫个婚礼上摆到土土土，我应该替大家欢喜才对。结果我煞颠倒，感觉真郁闷。毕竟牵连我甲妹宝的迄条线，是掉伫个江道成的手内，即马煞转去啊！煞落来，我是要去对找我的小妹。敢讲，我真正注定一世人无依无我。真侪泡泡啊！这么水的泡泡，都参像我的人生同款，无依无我。不管是飞外高，还是飞外远，早晚拢是会破去。妹宝细汉的时阵哦，上喜欢耍这泡泡啊，敢讲
是因为伊知影讲我这阿姊在想伊，所以就借这泡泡转达对我的思念。妹宝。这声音哪会这么熟悉？女孩，原来是你，不怪声音这么熟悉，想袂到你会记我。我当然会记的啊，你做人这么善良，讲话阁遐尼亲切，伫要走进前，阁给我一支棒棒糖替我加油。伫我上过需要人安慰的时阵，替我充完电，你才离开。你做人这么温暖，我想要甲你放袂记，阁真困难的。你小可代志尔。你搁藏在心上，你要牙乖啊 ！OK， 你恢复健康啊！我真的是足替你欢喜的，多谢你。真正是人健康，心情就加较快活。哦，我拄只，刚才亲像听到是你咧叫妹宝，敢是你饲的狗啊？啊，伊是毋惊无去啊？我替你找啊！啊，妹宝是阮小妹的名啦。哦，是的啦，这么古早的名，我就啊，你跟你小妹出来散步，人呢？我跟阮小妹已经失散几啊年啊，伊若是搁伫我身躯边，应该是甲你岁数差不多啦。虽然讲。我想要找到伊的机会，应该是无啥可能啊。也毋过，这是我的心愿，一世人我绝对袂放弃。啊，阮小妹哦，细汉时阵上个爱耍这泡泡啦。我拄只看到你咧耍泡泡，我就准讲你是伊，所以才雄雄叫出嘴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甲你的小妹细汉时阵就失散，歹势啊！我唔知影，啊，煞去梦到你伤心的代志。既然这泡泡会当让你想到你的小妹，那呢，我加用一挂，让你的心情较好。我的妹宝过去嘛是这么大心，只要我心情无好，伊拢会想办法让我欢喜。一个查某囡仔，若是妹宝，唔知有偌好。安怎？有水无？足水的，看到这么侪泡泡，我心情加足好诶。啊你，啊，我阁唔知影咩叫你呢。江辉，你叫我珊珊就好。哦，啊，你跟我什么兄弟姊妹啊？我，啊是卖讲好啊，这竟然改名就甲人讲我是孤儿，安尼敢那怪怪。我跟阮哥啊，搁有阮爸做伙生活。哦，安尼真好啊。较早是真好，不过最近就。煞煞去啦！咱有缘搁再见面，就莫讲这无欢喜的代志。看起来你敢亲像有心思同款。无安尼啦，多谢你用这泡泡，让我做欢喜的，我才心情做好诶。娃娃，请你啉咖啡，做你的本事汤，好不好？